首先从头顶的最上面去做，然后分成三段，开始绑三个臂，绑到第二座的第三次，这个步骤很像。在绑的时候，注意绑紧一点，不然就容易散。绑到耳朵附近这里就很站起来。然后现在是最关键的一步，第一次给它拉松，再挑出其实最大出来。前面的麻布边部分也可以拉松，这个就是大致的纹路。这样掰左边也叫往前，然后把这个小布边提上去。然后现在是第二种，拿下来，我们接着编刚刚头发，顺着往下。然后现在绑完之后，就像刚刚一样，一节一节去给它拉松。现在把另一边也绑上。然后现在第三个超简单，就是我们把这个窝进去，小抓夹去给它固定一下。如果你没有小抓夹的话，用小拇夹也可以。然后在这里扎一个发型，这边的话也是。这个是我在前年去三亚拍照的时候扎过的一个发型。然后现在到了我们的第四个发型，非常简单，就是把我们这个编发往后绕。放到我们这个后脑勺的位置，然后还是用这种小抓夹去给它固定好，之后调整一下头发这个蓬松度，拿出一个蝴蝶结，把这个蝴蝶结绑在这个头顶的位置，扣一下，就是一整个非常的白雪公主，有没有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